逗欢笑尽开颜。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2018春节特别节目《一路欢笑》。我们二位在这里代表栏目组，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朋友们拜年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我们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会更加精彩。 没错，曲艺工作者其实是文艺的轻骑兵，他们呢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给我们讲述了一段一段有共鸣、有温度、温暖、感人的中国故事。接下来呢，就请他们给大家讲述一个您听着以后非常温馨的故事。好多的相声演员在台上给大家带来了欢乐。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快板，您知道吗？我羡慕快板演员那个嘴皮子利索，然后一直哒哒哒哒哒哒特别的快，然后噼里啪啦的像这个机关枪一样快。妙语连珠呗。对。你这是表扬我吗？哎呦，您。我从小学的快板啊。哎呀，那您得来一段。我先学的快板，后学的相声啊。真的。满山的个丛林密层层，生花烂漫，香味浓。 晚霞的个金光照峻岭，这个劲松挺立披彩虹。看，虎头崖顶上站着一个老汉，这个老汉身躯高大好，威风蓝布的个裤褂子，这裤腿有一双草鞋，脚下蹬。往脸上看，方面大耳高颧骨，这个鼻直口阔，脸色红雪白，这个胡子像银丝儿啊，这是根根见肉，条条透风。好。 相声演员，他们边说相声，边说快板，好，看看好不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路欢笑春节特别节目啊，云集了全国的笑星来给观众朋友们拜年。今天呢，我也代表天津的演员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拜个年，祝您呢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阖家欢乐，别忙，上来一个啊！别忙，别忙，哦、要拜年呀、咱俩人一块儿给观众拜年。人家刚才说了啊，天津籍的演员给观众拜年。是啊，您是天津演员吗？我就是天津人啊，天津人啊，土生土长，没问题。你在哪儿出生的？我呀，啊，大兴庞各庄。 庞各庄啊，北京的不算天津。嗨，没介绍清楚。嗯，我呀在天津工作，在天津生活，已经生活了10多年了。10年了，哎，这么说算天津人？我当然算天津人了，算半个天津人。哎，好好，那这样，咱两个天津人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对，咱俩一块来。咱俩人，哎，等会儿。 咱仨人一块拜年啊？怎么又改仨人了呢？哎，我也是天津人啊。你也是天津人？啊，是啊。土生土长。我生在张家口。张家口也算天津啊。哎，我媳妇是天津人啊。哦，天津人。哎，我是天津姑爷。一个姑爷半个儿。哎，对了。你也算是天津人。是。那这样，咱3个天津人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一块拜年。咱仨人。来，显着热闹。等等，这还得有我一个呢！哇，这么大身上啊！是，我也算这天津人啊！哦，您也算天津人？是啊！啊，您怎么算的天津人呢？我听听。这我在这个河北廊坊出生，廊坊这不能算天津啊！但是我在这个天津的南开大学上了4年的本科啊！哦，天津的学生？是啊！这么着，你也算天津人了。好，咱们4个人啊，集体给大家拜个年。好，天都。 咱们5个一块儿给大家拜个年，天津演员拜年，土生土长，你是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呢。土生土长，土生土长，哪儿的？我没去过天津，没去过天津干嘛呀？我是研究天津历史的。哦，喜欢我们天津的历史，喜欢天津历史。嗯，知道天津为什么叫天津吗？天津为什么叫天津？天津正音啊。哦，知道为什么叫天津吗？ 这么说你知道？按照字面来解释，天津就是说天子的渡口。嗯，当年啊，明成祖朱棣由大直沽坐船到了沧州，哎，就叫天津了。这么说，这济渡沧州就是从这儿来的。有这么一个碑呀？是，不错，他说的不错。是。那这样，我再考考你们俩，考我们。这样。 天津的历史啊，不考了啊，这不是过年吗？对，考天津的年俗。年过哎嚯，这我知道啊！啊，你知道啊？天津过年我全懂啊！啊，你全懂啊！天津过年的年俗最讲究的就是，30晚上怎么着？吃饺子。这哎，哪儿都吃。全国呀，大部分地区过年都吃饺子，不算特色。这饺子跟饺子可不一样啊！你吃饺子吃什么馅？三鲜呢？三鲜呢？天津人吃饺子讲究吃素馅。 素馅儿，哎，为什么非吃素馅儿？预示着新的一年素素静静、平平安安。哦，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没错，不错。哎，这还有呢？哦，还有啊，这不能光吃饺子呀。啊，俗话说得好，初1饺子初2面，对，初3盒子往家转，初4烙饼炒鸡蛋。到了初5呢？到了初5还得吃饺子。哦，破屋也吃饺子。是啊。初6呢？初6盒子加6啊。初7盒子加7。 初8盒子加8，初9盒子加9，初10盒子加10，到了11，这盒子呀啊，它拐一弯儿，拐弯儿。你们啊，我告诉你，说的都不行啊，我再考点别的内容。你等会儿，不是我啊，怎么着？你别考我们了啊，该我们几个考你了，还想考我？那当然了，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考不住我。你知道天津拜年的礼节吗？ 天津拜年的礼节啊，拜年的礼节太多了。这我知道，天津拜年礼节，大哥您好，握手就代表了。哦，握手，光握手我知道，光还有不行。是，来，晚辈见了长辈，哎，行个礼，我给您鞠躬，给您拜年。鞠躬也算，哦，鞠躬也算。除了这个，还有那个，就是他天津人讲究啊，啊，拜年讲究作揖。 哦，还得过年好，是，对，还得多一，哎，请安，您过年好，请安，哎，对，这都算礼节，是，这就行了啊。你知道还有什么礼节吗？还有什么礼节？对呀，还，你刚才说的什么？握手。你呢？鞠躬。这个作揖呀，请安啊，那没别的了啊。对呀，那就剩我给各位磕一个了，哎，磕一个，给大家磕一个吧。我就知道在这儿等着我了啊！磕头啊，可不能这么磕。怎么着？天津人有个礼节，叫抢着磕头。干嘛抢着磕呀？谁能磕着这头一个头啊？啊，谁来年发大财行大运？是啊，这么着，咱5个人给观众朋友们磕个头，怎么样？行大礼儿，好啊，好，来啊，咱说磕就磕，说磕就磕。来，各位观众朋友，我给各位拜年了，我们5个人给各位拜年了，拜年了，来来来来来，快抢着磕，抢着磕，抢着磕，来来来来来，拜年了，拜年了。 心眼多的全跑这儿来了是吧？啊，就我一个人磕呀！我们呀没你腿快，哎，就我实在。得了，咱这样吧，我也看出来了，各位啊对天津都了解，咱们给大家唱一段天津快板，拜个年怎么样？好啊！怎么样？咱们呀又请来了一位天津人，掌声欢迎！好。闲话少说呀，咱是打板就唱。 这么一打呀，我们走上台，满怀豪情，我心潮澎湃。不把别的表，咱不把别的卖，唱一唱这天津快板，表表心怀。哎，静静体体，规划真不赖，美好前景指日可待。咱撸起袖子加油干，真是大气派。 男女老少齐协力，走进新时代。对，走进新时代。其实人呢，有的时候啊，越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越愿意回忆童年的故事。没错，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就从电视里啊、收音机里，我们就听到很多精彩的语言类节目。嗯，哎呀，好多台词都成了现在的流行语了。我不知道您对春节最深的记忆是什么？你呀，年龄小啊，我们小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春晚，只能听广播。 尤其是呢，大人领着我们上街上去看好多的民俗活动，特别的开心。像跑旱船呐、踩高跷啊，到庙会上买好吃的呀，买春联啊，贴喜字儿啊，贴喜字儿那结婚哈，贴福字儿，而且要倒着贴，喜气洋洋。是，那赵老师，下面这个节目您一定能回忆起快乐的童年时光。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空竹表演。哎，对了，赶庙会呀，在 咱们老北京，在那个抖空竹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体育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心情愉悦。但是抖空竹不好抖，因为啊需要技巧。我们在舞台上那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们这杂技演员抖的空竹，让您是拍手叫绝。乐。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好多的笑星，是啊，其中有好多的相声演员呢，都来自中国广播艺术团。哦，你对广播艺术团了解吗？您给我们说说。哎，广播艺术团呢是中国相声的国家队，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哇，同时呢还有4代杰出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那就是侯马姜冯。哦，侯宝林、马季、姜昆、冯巩。哦。 这4位大家，冯巩呢有一个得意弟子，叫王彤。王彤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搭档，叫随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上王彤、随风，给大家带来欢乐。掌声欢迎！亲爱的现场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在这个辞旧迎新的美好的季节里，祝大家狗年吉祥！哇哇哇！谢谢。 哎呀，特别开心啊！一开心，把我这属相我告诉大家了啊！乖乖，大明星，谁大明星？你好，你好，你好，可找着你了！你找我干嘛呀？俺全家人都很喜欢你啊！真的假的？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啊，你还是我粉丝呢！啊，哎啊，你叫啥名啊？我叫……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呀？一激动就忘了，你说。我这名字很好记啊。 我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记住了吧？不是傻鸡，什么叫什么？什么叫什么鸡呀？说的太快了，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我不能再说一遍，为啥呀？我怕跟刚才说的不一样了。瞎编的呀？谁瞎编的？我再说一遍，你以为你能记住啊？那你再说一遍呗。我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啊！我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行吗？哎，一样吧？你记得住吗？我记住了。哎啊，你不就叫阿克利谢·马克西诺维奇·彼得科夫·康斯坦丁·马克里奇·尤拉谢维耶夫斯基吗？ 我碰上一复读机，合着你这个名字也太长了。你管我长不长啊？你找我干嘛呀？我这不过年了吗？啊！我想给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演个节目，中不中？中。中不中？不中。为啥？这是什么地方？中央台呀。对呀，中央电视台。啊。我们这个地方演节目，最起码你得会说普通话吧？就您这，中不中？这行吗？这个？ 不是，俺一直想学普通话，啊，想学，但是不知道跟谁学，你看看，要不你教教我说普通话吧？不知道跟谁学啊？跟我学呀！啊，刚才那个主持人赵宝乐不是说了吗？啊，我们广播艺术团的演员，那普通话是最标准的。对。你可以跟我学，我可以教教你啊。中。因为我这个普通话呀，啊，我们是有方法的。啥方法？是很科学的方法。哦。啊，你看啊，嗯，见过这个吗？ 这个啊，见过，在哪儿见过？康斯坦丁都拿这个吗？对。没关系啊。哦，我们这叫竹板竹板哎，又叫快板书，快板书，哎，有板有眼有折有韵。哦，哎，配上大段的台词，让大家一听，它是一个练普通话的非常好的方法。啊，一直练普通话，好不好？中。那我现在就交给你，好不好？啊，拿着，嗯啊。 光这个不行，还有一个。哦，对，就是2个。哎，练习普通话啊！这个舞台上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对。你首先舞台上的姿势一定得好看。哦。哎，最关键的呢，就得是打花板打花板这个板打起来可了不得。哦。上下翻飞，让观众一看，哎呀，技术太高了，给你鼓掌。 哦，好不好？哦，滑板，咱们打个花板中。注意看啊，不太好学啊。来，啊，知道这叫什么吗？不知道，这叫掉了。记住了，千万不能掉了啊！对，掉了还得捡起来。啊？什么意思啊？没啥意思。你看不起我是吧？没有啊。好像我不行你行一样。来，大家鼓励，让他来一个。 不是你不是看不起我，你来啊！看把你能耐的，我来没问题啊。啊，得有人拿话筒啊。我拿。你真会吗？嗨，你光鞠躬管什么用啊？你行吗？嚯，还有花吗？呀！不是打搅的话呀？废话，咱打板是为什么呀？ 教我说普通话呀！废话，你光打板不出音，你什么时候能练成普通话呀？俺打完板都该说了，你给俺板打掉，俺咋说呀？啊，还赖我了？那肯定赖你啊！来来来，那你接着来，你接着来，你来。你真是不是你会吗？你不能光打板，你得唱出来啊！啊啊，你来。那我给朋友们唱个小段啊，你可不就小段吗？来。 说有个民工盖楼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完了啊，就一句呀、啊，小段嘛。你小段不能就一句，咱不练普通话吗？你得大段的台词才能练普通话。你这一句是这怎么练呢？这个啊，得唱了呀。唱的会吗？嗯，没弄过。还是的，啊、都让你会，还要我这样的演员干什么呀？那你来个唱来。我才不能要呢，跟卖耗子药似的，不是。 那你啥意思？我那意思是，我说个大段台词，你跟着我学，啊，好不好？那我打板是吧？哎，对你打板啊啊，中，好，来啊啊，好好听着啊。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面提了这么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面别着个喇叭，说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提了喇叭哑巴那个喇叭，提了喇叭的哑巴不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那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那个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 搅和我是不是？你这说不上来，我给接上来了。你看谁说不上来了？那你刚才那弄啥来了？这人有失手，马有乱蹄。那你为啥老乱蹄啊？不是，你管不着啊！再者说了，你这玩意儿不新鲜啊！你个塔嘛喇嘛咋新鲜？哎，我就能让它新鲜了。你咋新鲜呀？怎么新鲜啊？音响师啊 ，music， 还有英语啊，可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请大家先鼓掌后欣赏。大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塔嘛。大北边又来个哑巴。 他腰里还别着个喇叭，提着他们的那喇嘛，要拿他们换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他不愿拿喇叭换他妈，提着他们的喇嘛他急了，要拿他们的哑巴。 别着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要拿喇叭打喇嘛。哑巴他只好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怎么样？ 带劲，好不好？可好，新不新？可新呐！学不学？不学。哎，这么好，这么新，为什么不学？要按你这么套词呢，我也会。你也会？音响师，嗯，音乐，这是我原创的，你也会？你听着，音乐。 南边啊，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大麻，有大背片啊，来了一个哑巴。我的右眼看着他，他腰里别个大喇叭，提着他妈的喇嘛呀啊他妈，去换哑巴的大喇叭，哑巴不愿意拿着喇叭。 打哑巴，打的哑巴浑身伤口是密密麻麻。别唱，好，谢谢。你们家东北那嘎巴，对，哎呀妈呀，那不是正下雪呢吗？对，过年在东北很有意思，是很有年味儿。出门的时候坐什么交通工具啊？哦，我们基本都靠走着走了，因为都冻住了。哦，真的，好冷啊！没关系，带你暖和暖和。嗯，咱们往江南走，走到宁波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民风民俗。佳节，很多的艺术家都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在2018年《一路欢笑》推出了特别节目，请来了好多的艺术家。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相声名家，他的恩师是我们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他是侯宝林先生的亲授弟子。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上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相声名家。 年已80岁高龄的郝爱民老师，好。哎，宝乐您好，大家好，大家好。新春佳节到了，哎，咱一起给大家拜个年吧。好啊，在这里我们给戏曲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拜年啦，新春快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郝老师，郝老师呢不仅是个相声名家。 而且对我们戏曲频道特别的支持，是我们的忠实观众，最爱看的就是戏曲频道的节目。不仅爱看，而且会唱，是一个名票。对对对，哎呀，知我者保乐也。我们伟大的祖国呀，地大物博，对，人口众多，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土语。没错。为了使我们的语言统一起来呀，最好讲普通话。 是推广普通话。哎，这次为了推广普通话，我到了浙江省的宁波。宁波去过吗？宁波去过。宁波那个港口啊，是个现代化港口，人杰地灵。对对对，嗯，宁波话很有特点。什么特点？它的语言呢，富于音乐性、节奏感，讲起话来都是简谱。哎，怎么都是简谱啊？简谱你晓得吗？简谱知道。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就是1、2、3、4、5、6、7、8。啊，没有8。啊。 唱的简谱，真是这样。好，我讲情况你就了解了。我们这搞语言调查呀，我们住那招待所旁边有个成衣铺，服装店，哎，也叫裁缝铺。好，老师傅带这个小徒弟，你看这小徒弟名字就有地方特点。小徒弟叫什么？哎，有地方特色呀。嗯，2个音符叫理发，就是24。24干嘛？对。 来就是2，哎，没发的4啊，也可以这样讲。这孩子名起的有点意思。哎，24，然后你们那孩子将来就叫36。没听说过。给发，哎，就是他的名字。嗯，就是老师傅让他呀，拿点东西，要拿棉纱线。好啊，裁缝部都有棉线嘛。嗯，他不拿，老师傅说不拿，去淘米做饭去。嗯，叫他洗米他也不去，老师傅就批评他，来发你孩子可懒惰啊，懒惰了哎。嗯。 就这么点事儿，这点事儿，哎，要是用宁波话说出来，哎，就很有特色，那都是简谱了。那咱来，哎，宁波话你能懂吗？我说不了，但是我听得懂。哎，那也不简单了。嗯，咱们试试看。试试。哎，看，老师傅戴上花镜，嗯，踩缝纫机啊，嗯，哒哒哒哒哒哒，来发，叫着孩子呢，对，来发，嗯，说些什么事儿啊？都来，拿来。 手刀来，拿什么来？西刀来，线拿来。手西刀来，布线拿来。米纱西刀来，棉纱线拿来。什么手西刀来？什么棉纱线拿来？蓝米手西刀来，蓝棉纱线拿来。发刀，不拿。发刀去淘米，不拿去淘米。发刀米，不淘米。来发，来发你懒惰。 我改翻译了，哎，行啊，还真听懂了，听懂了。你看是不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啊？啊，可惜呀，啊，说的慢了一点，哦，应该再说的快一点，加上点拖腔儿，可能就更有音乐性。说这话冒傻气了，你这意思我理解了。你说把两人对话连在一起，是啊，必要时再拉个长音儿，那就好听了，那就唱上了。您来，你能这么来吗？哎，来吧，说戏。 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西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哈哈，太好了，就这样。怎么样，郝老师说的这个宁波话怎么样？我是觉得赵老师您也不错呀。我能听懂就很不容易了，跟唱歌似的。哎，南方话呢不太好懂，嗯，尤其是苏州话，被称为是乌侬软语。上海话听着都费劲，苏州话听着可能就更费劲。哎，尤其是北方人。是，赵老师，我觉得不仅节目好，咱俩主持的也特别好，非常的默契，天衣无缝，对不对？配合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哎，这叫默契啊！其实呢，这个默契很重要啊。两位主持人往台上一站，不能你往东，我往西。 你抓狗，我轰鸡，这就不行了。还有这样的呢？哎，两位相声演员就必须要配合默契。是啊。如果要是说的这个方向不一致，说的那个话茬对不上，您听着是不是有点别扭？那不就答非所问了吗？嘿嘿，没错。接下来这段相声就叫答非所问。春节到了，哎，我们在这儿给大伙儿拜个年了，各位。 春节好！好。今天来的青年人特别多，哎，有的都是我的朋友。是啊，你看这儿嘛，啊，这都是我的邻居，我都来了。那你得给我邻居鞠个躬拜个年。我给您鞠躬。哎嘿嘿，你看这边啊，这边都是我老同学。是啊，你拿手机那我们大学长。哦，那我也给您。你给他鞠个躬。哎嘿嘿，你看前面这个啊，前面这个这穿。 哦，穿白衣服这个啊，这是我们家亲戚。是啊，这是我老姨。长辈在这儿。那个老姨给他鞠躬。哎，那后边啊，后边那脑袋没什么头发那个啊，那是我二大爷。嚯！哎，哎呀，这布置太好了啊！你给这个啊，舞台美术鞠个躬吧。哎，你保乐来回跑，你给保乐鞠躬。鞠躬。哎呦，这话筒也好。是。这音响师鞠躬。哎，摄像多累呀！那个，哎，那个，您等一会儿。我是磕头虫啊！我打站这儿光鞠躬了。礼多人不怪你。这话有也不能老鞠躬啊。鞠躬是最简单的礼节。还有什么礼啊？过去见面作揖有吗？哎，有作揖的啊。对，有。来到北京见面。 请安，打签儿，哎，对，北京人最讲礼仪，对，尤其过年过节，是啊，见着亲戚朋友啊，见着上岁数的，什么礼？跪地磕头，蒙你的，说一说，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情，哎，心情很激动，说相声，嗯，说学逗唱，对。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呀？您说，脑子得快。哎，这个条件我具备，我的脑子最快。我有外号，外号是，我叫最强大脑。谁呀？我，最强。你过来，你让大伙看看这个。这不最长大脑吗？什么叫最长大脑？就这么说吧，啊，脑子反应快，聪明。哎，你要反应快，你比我二哥脑子快点。 你二哥怎么回事？哎，我二哥70来岁了啊，人特别厚道啊，就反应迟钝，慢点儿，语言也不行，有障碍。什么障碍？不管你问他什么话，他都说俩字儿。哪俩字儿？没有，哦，就这俩字儿。哎，你见着二哥，二哥，我给您拜年。没有。二哥，你爸爸比你大几岁啊？没有。嚯，二哥，你这皮鞋多大号的？ 没有，这事儿你听说过吗？没有。啊，刘老师啊，这故事你说完了吗？没有。哎哎，朋友们，我这脑子好不好？好。你看，你看，有点意思。当然，这反应没问题。我也别说我脑子快，我也别说你脑子慢。我不服您。投入大家啊！我给你说个灯谜，你猜猜。 真的谜语呀，行吧，你们说下谜语我都会，您随便说，真的没问题，很简单啊。你说呀，注意听啊啊。说一辆小轿车，嗯，有几个轱辘？简单吗？马上就告诉你，嗯，4个轱辘，对吗？对，啊，记住没完啊？4轱辘。这辆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速行驶，嗯，100迈、120迈，忽然间蹬掉了一个。问问你，小轿车还几个轱辘？ 3个轱辘不对，还是4个？怎么还是4个？你这琢磨琢磨，我琢磨什么呀？小轿车4个轱辘啊！高速公路上120迈行驶，走到半道蹬掉了一个，蹬掉了一个跟轱辘有关系吗？蹬掉了一个，您这不绕的人吗？你不听说脑子快，头里可闷的轱辘，后面怎么说蹬着你这人？你看你说脑子快，我这么考的，你考智商不能拿这考。你别找我不是，我要证明一下我的智商。你这样吧。 最近我们世界教科文组织啊有一个考察智商的办法，教科文的。哎，大过年了，我给你试试行吗？这您得说什么办法？来，啊，你把这手伸出来，伸这个，我这行啊，行吧，小胖手可以。哎，往这边来，来，嘿，你看让大伙看看，啊，手指头倒都分得开，分不开的不鸭子吗？就这么倒好，这个拿出一只来。 什么叫拿出一手指头？啊，一手指头，这行吗？哎，你这手指头啊，在这个指缝间滑动，这样，对吧？哎，对，就这样滑动。你看，我现在问你话啊，我问你，你回答得正确，回答得对，这也不能差错了啊，这就按程序来，行吗？没问题，一个也差不错，没差错了一个，多少智商？ 差错了两个多少智商？我告诉你，一个也差不错，真的。同步进行是我的强项。来啊，来，待会儿看看错几个啊。来，嗯。 对，就这意思。哎，对我朋友们，嗯，谢谢啊。过年了，你们家老爷子都挺好。哎，都挺好，身体好吗？身体健康。哎呦，好，我发现你这一过年仔细看，你这个儿长点儿。哎，1.85米，真的啊。最近身体行吗？身体健康的。哦，年前做体检了吗？哎，做体检了。哦，没检查出毛病来。没查出毛病来。哦。 您走吧，您不像话呀！各位观众，您给评评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这我不服啊！你别看我比你小几岁，我不服您。有这么考智商的？各位观众看，有这样的吗？你看观众都说没有，哪儿的事儿这是？废话，那你二叔说的，他可不没有吗？这就是我二叔。别着急行吗？我必须得着急。你这，我对外我智商好，我也别说你脑子慢，怎么着吧？我也别说我脑子快。你要干嘛？同志各位朋友啊！ 我问你几句话，你要回答上来，就说明你脑子聪明，这叫气人，你知道吗？问我几句话啊，告诉你，保证对答如流。来吧，来，李贵相，我姓张，叫什么名字？张瑶，今年多大？38，聪明。哎，你想38了会知道自己姓张，太聪明了。不是你也太缺德了，你问我姓什么？告诉你什么叫38，知道姓张了。这叫所问所答，这谁都会。不，那您要来的是答非所问，会吗？这您得说说啊，怎么叫答非所问？不知道，不清楚。比如说啊，我问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吃了，不行。那我说没吃，不对。哦，还不行，一会儿再吃更不对。我不懂你这国话，你看我怎么说都不对。嗯，我问你吃饭了吗？ 你说没吃，不饿，待会儿再吃，这都叫所问所答。那您要来的是答非所问，我还是不明白，太笨了啊！比如说，我问你吃饭了吗？我应该回答刚洗完脚。不是我吃饭了，我刚洗完脚，这都不挨着，挨不上就对了。 怎么着？挨不上就对了。答非所问。我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您问我东，我回答西，咱两个人的对话嘛，越说越乱，越说越挨不到一块儿，算我对了。是。您问我几句，我问你5句。哼，甭说5句，50句、500句，咱俩也挨不到一块儿。5句话准挨上，不可能，准的。来吧，来啊！我不服。 我请在座的各位朋友给我们俩做个裁判啊！现在我开始问他5句话，如果您听着啊，越乱越不挨着，那就算他对了。嗯，5句问话当中，其中有一句跟我这问话挨着，也就是他答上来的答对了。嗯，那就算他错了。哪位发现错了，鼓鼓掌证明一下，要不这小子他不认账。来啊，来，5句啊，5句。 你是相声演员吗？灯泡够亮的。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我明天娶媳妇儿。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我爸爸掉沟里了。哎啊，几句了？3句了。你等会儿，听你什么你就鼓掌，你接着问。我问什么你大声我怎么问呢？我哪个大？我问你几句了？我说3句。这句也算是吧？废话，我问你5句话嘛。不是你这叫缺德，你怎么缺德了？你我告诉你5句嘛。我告诉你没有你这样，我没注意。你要注意呢，注意挨不上，还得错，不可能。再来，你是相声演员吗？灯泡够亮的，相声说多少年了？我明天娶媳妇。你相声说的不错，我爸爸掉沟里了，几句了？3天没洗脸了，错了，没错，哎。刚才咱们看了天津相声演员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的棒。咱接下来是不是看看南方相声演员的表演？接下来呢，由逗笑、逗乐等来自广州的朋友们上台，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小品，叫《双喜临门》。亲爱的，你快点啊！我来了，亲爱的。哎，亲爱的，一会儿到了咱家呀，你可千万别乱说话，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我明白啊，在我们国家有一句俗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家鸡随鸡，家狗随狗，家个电线杆子我就扛着走。哎呀，你们国家人咋那么贫呢？行了，亲爱的，到了吗？这就是我家。Very beautiful。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呀。儿子，妈，儿子，妈，儿子，儿子，儿子，骂谁呢？占谁便宜呢？叫谁儿子呢？哎，不，我是说咱儿子回来了。哎呦，儿子啊，你可瘦多了。我瘦了吗？什么眼神啊？他哪儿瘦了？他俩站一块儿比的呗。爸，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女朋友，爱死你呀。这是他那个外国名字的译音，亲爱的，这就是我老爸，我的爸爸。说正事儿，爸爸，我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在这里要祝福您福如东海，永垂不朽。对啊，哎，不，爸，他不是那意思，乱说，他是说今天呢。您过大寿，他祝您那个寿比南山，与世长辞。什么？你们俩这个大喜的日子说什么呢？行了，老头子，咱不生气啊。孩子们的意思呀，是说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妈，你也说错了，说错了吗？今天你说是双喜临门啊！我过生日，你们这咔咔咔给我念悼词啊！哎呀，我这刚回来有点太兴奋了，激动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的全名挺简单的，他叫史密斯·费特利尔·冯·海森曼拉·玛丽莲娜·艾斯尼亚。哦，这名字倒是好记啊。那个史密冯还灰化肥，我就叫他化肥吧。那是啥名啊，爸？你要记不住你就叫他小爱吧。小爱。哦，小爱。哎，小爱，今年多大了？爸爸，我今年是24岁。我是属狗的呀，没打狂犬疫苗是吧？我们俩都是本命年。哦，你和我儿子是怎么认识的呀？哦，我们2个人其实是大学的同学。I like him and he like me。用你们中国的一句话说，我们2个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啊，属于是王八看绿豆堆上眼。反正今天爸，不管你同不同意，那我们俩都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你俩还这都是从鱼塘里爬出来的，又是王。来，你过来下来，走过来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可爱啊，爸爸，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呢？爸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其实是来自。坦桑尼亚。哦，坦桑尼亚，老头子，坦桑尼亚，不是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呀！吓死我了，爸爸！哎呀，孩子，这个国家我去过呀。是吗？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响应国家号召去你们坦桑尼亚修铁路，那个坦赞铁路就是我们当年修的呀。我听说过。哎呀，真是想有生之年呐，回去再看一看那段铁路啊。这个去吧，爸爸，一定要去呀！我来给你当导游啊。现在我们坦桑尼亚建设的非常漂亮。 非常好，而且有很多你们中国人都在我们国家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都定居了呢。哎呀，好好好，坦桑尼亚好啊！一定要去呀，爸爸！来，孩子，孩子，坐，谢谢啊，坐下。哎，孩子，儿子，你也过来，来。你们俩谈恋爱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是不同意。关键呢，我们呢有家风，是不是啊？来。 因为这个我们家呢是书香门第啊，再加上我这个干部身份啊，哎呀，我跟你说呢，你是啥干部啊？你就是个村主任，还退休呢。对，看不起老干部是吧？我站起来，我没说你，看不起老同志啊？没有啊，我告诉你，老同志、老干部那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 爸，你说的倒是对，可是你可不算啥宝，退休了都退休了。说什么跟爸爸说话呢？哎、老同志怎么了？老越值钱呐，对不对，老东西？你看看啊，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老的东西，我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哦、你们北京不是有一个那个地方叫潘家园吗？你也去过？我老去那里逛啊。哎呀，那里不是都是卖那个核桃吗？我也喜欢呐，一点都不好吃。 那个吃了，后来就吃不起了，太贵了。哎呀，吃了就吃了吧。没看出来这孩子还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了解，我非常喜欢。来，孩子，过来。哎呀，你们俩谈恋爱这个事儿啊，我基本都同意了。哎，好了。但是呢，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家的规矩呢，讲究个门当户对啊。我想问一下，你爸爸在你们国家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爸爸。 我的爸爸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总统。哎，对。你别紧张，这不腿都软了。不，不是，这有点没事，爸爸没有，他没说完。他是说他爸爸是他们国家那个总统的侍卫长。侍卫长。哎，干部家庭是吧？你别总干部的好不好？好，干部，好，那就好啊！你们两个结婚以后是准备留在中国呀，还是回？ 坦桑尼亚呀，我当然是要留在中国了。对，这个事儿我们早商量好了。是的，就留在中国，哪儿也不去。我跟你说，留在中国好，这个身材肯定能给妈生好多大胖孙子啊！哎呀妈，你说什么呢？你妈妈说的对呀，我不给她生孙子，我给谁生啊？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 我喜欢中国5000年灿烂的文明。你看啊，像这个有什么4大发明啊，万里长城啊，丝绸之路啊，4大名著啊，一带一路嘛。哎呀，孩子，你连一带一路你都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了。那我19大的报告你都听过？18大我都看过。老头子，什么叫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一带一路嘛，就相当于一个集装箱哦，什么货品都可以往里装啊。 从彩电到冰箱，这个汽车、大米和服装吗？带领全世界人民奔小康吗？妈妈，人家不要二手货啊！不是谁二手货呀？不是你这种二货呀，都更怎么跟妈妈说话呢你？我告诉他，反正还给哎，反正撮合啊！哎。 爸，你快 OK 吧，我这都快出人命了。OK 吧，你也是。我看这小爱刚到咱们家来，看你把人气的，家乡话都憋出来了。亲爱的，不生气了啊！看不出来，这俩人还挺恩爱的，挺好的。当然恩爱了，爸爸。我不光是爱你的儿子，我更爱你们老两口。我爱你们中国所有的人民，我要给你们大家生孩子。亲爱的，你只能给我生孩子。 哦，对，你只能跟我们老杨家生孩子啊！哎呀，你看你那点出息，给你生行了吧？没人给你争。哎，老头子，你说他俩以后真要生孩子了，叫个什么名儿好呢？这好办，咱是书香门第本姓杨。哎，他们俩是携手构进创辉煌啊，对，是吧？希望他们的孩子是子孙满堂，万年长，那就叫杨蝎子。这都不是人名儿，这个起名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不着急。除了喜欢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之外，你还有什么才艺不？爸爸啊，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人那个老头老太太跳的那个。 广场舞哦，你还会跳广场舞，我特别喜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呐。赶明儿啊，跟妈一块跳广场舞去啊！赶明儿干啥呀？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我们全家人今天就跳起来。 一路欢笑尽开颜。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2018春节特别节目《一路欢笑》到这里就结束啦。哎，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一期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给大家带来欢乐，精彩继续，不要错过。朋友们，再见。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白远南，戴志鹏、唐彤、赵岩、郝爱明，我是刘谦和，我是刘全利、赵金生、李少杰、辞旧喜迎春、神州传佳音、辞旧喜迎春、神州传佳音，全家齐欢乐，全家齐欢乐，祖国气象新，全家齐欢乐，祖国气象新。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锦绣梨园》特别节目《一路欢笑》。中国真豪迈，中国真豪迈，中国真豪迈，走进新时代，人生大舞台，人生大舞台，愿您笑开怀，愿你笑开怀。欢迎朋友们收看《一路欢笑》春节特别节目，欢迎朋友们收看《一路欢笑》春节特别节目，欢迎朋友们收看《一路欢笑》春节特别节目。 在这儿祝愿各位观众朋友们新春愉快，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家家快乐，万事如意。